咱们今天呢，是接着我那个之前的一年多之前的那课啊，今天是9月25号啊，咱们这个天气也是冷得好快，今年这夏天是最短的、最冷的一个夏天啊，然后现在的冬天的感觉都来了啊，在这个，而且呢，在这个 hurricane 的影响下有。连着3几天会下雨，所以咱们这种情况呢，咱们就留在屋里头啊，听听雨啊，好好练书法，多练几个字，多练几个字啊。这是咱们书法艺术的临帖的第17讲，我现在先那个，这个当然是咱们的老环节哈，咱们那个，先是作业讲评，这是我上个礼拜那个课堂上，那个给大家伙儿展示的这个那个课堂上的这个演习啊，给大家伙儿的做写的示范的一个作业，然后呢，这具体的咱们这个下面看每位同学的交上来的作业的情况啊，真的是现在进步真的每个学员都有他的进步啊，不同程度的进步啊，咱们不跟别人比，就跟自己的之前的作业比啊，那个。咱们这个作业的进步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啊，这展示的越来越热火，而且进步也是越来越跨的步子越来越大了，进步的那个越来越明显了啊。完了，最主要的是大家伙儿那个位置越来越好了，这我想着，正如我所以之前说的啊，那个好的。位置啊，那个就是等于是天生丽质啊，你这个位置找好了啊，你这个每一笔的位置都在它应该有的位置上，那这个整个这个字的，不管你这个表现是什么，这个整个字的骨架框架是对的，对吧？完了，那是天生丽质，那是骨相美啊。然后呢，那个空位匀称。空位匀称是什么？是这个结构之外的那些东西，那些给留白的东西。空位匀称呢，啊，就相当于大家伙的一个长相，啊，长相，啊，这个也是很漂亮，啊，完了呢，这个，然后呢，就是大家这就是整个天生丽质就都出来了，然后呢？还有它的变化，变化就是咱们所穿的外衣啊，有好的表现啊。还有呢，就是外衣之间，就是美，就是你的上身和下身之间也有联系啊。你的鞋子也和你的帽子有联系啊。这都是都有关联的啊，都是相配的、相适应的啊。那你这穿搭才是外在的是美的，骨相美啊，那个一些外在气质，还再加上穿搭，啊，这个内在外在都美了，那这个字才是完美的。所以说呢，就是有些外围的，它是这个颜体里边贴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外紧内松，所以里头的那空位要尽量的撑开。啊，完了呢，外边的那所有的外周的那个那些那个那些笔触要紧致起来，所以呢，这字呢才有核心啊，这个才是颜体里碑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才有张力啊，有力度往外撑着，完了外头又箍着，那个字不会跑了，不会，所以它这个那个要不说它这个。楷书里头，颜体里碑帖是最大的，最突出的一个。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所以说，它的字
那个写往大了写也不散，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外紧内松啊，这个外紧内松是外边的这些结构是紧致的啊，然后呢，内松呢是这里头这些东西啊是最大化，大的东西最小化，小的东西最大化，张力就出来了，里头绷着。完了，外头的紧箍着，里头的往外张着，这是一种劲，那就是像是那个大将军岩将军在那开弓拉弓射箭那种事态，那种绷着那种劲儿出来了啊，所以这是一种很有刚性的韧性的美，所以这个引以为天美就美在这儿，所以咱们，所以这些东西咱们做到了，它的形就妥，就是这每个字的这个字形就是固定在这儿了，就不会跑，不会飞啊，这个它就聚起来了，它这个神态就有了啊，精神头就有了啊，那我这个。整个一个收敛的啊，很肃穆的一个状态，但是内心又是很天马行空，那这个劲头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所以说，大家伙希望大家伙呢，写字的时候啊，我每次写这个引以为戒的时候，我都会想象自己是严大将军啊，那个多是几百年前啊，好几百年前啊，他坐在那儿写这个引以为戒的时候。啊，是什么一种心情？什么一种啊？这个体会，这个70多岁这个老人的当时的那种心情是什么？啊，我总觉得啊，我穿越到唐朝了，就是这种感觉啊。咱们看下，往下面看啊，这是我是按着我这个同学们交的作业的先后的顺序。来这个来说，这个同学的作业啊，这位是第一个交作业的同学啊，那什么这个他交的作业的量，大家伙可以看到了啊，这2周的量啊，实际上可能他也就是一两天可能就完成啊，但是这2周的量算是不少了，交作业量最大的就是这位同学啊，然后呢那个。翩翩惊起，他的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匀称，就是我刚开始作业当中表扬的这个匀称，这个位置特别好。然后呢，那个这个空位，这个咱们接着讲这个问题哈。然后这个对不起，刚才我的网络有点问题，临时断掉了啊。然后这个投诉 Rogers，然后那个我这个网络是 Rogers 的，老是不好啊。然后咱们现在接着讲，这位同学的作业是高质量的啊，这个写的量也很大，每一个字还都练了好，练了好几遍，觉得不好再练一遍。那个方法是可取的，但是就是，练一遍，再重复练一遍就够了。接着往下写啊，一个字最多写2遍，希望就是那个写不同的字，知道怎么不同的处理，这个他这个很匀称，你看你们看着就没有说有一地儿写堵了的，写挤了的，你看不到这个情况。啊，是写的就很舒展，啊，让他看就很舒服啊，所以说啊，这个作业很优秀，而且他这个，这个每一篇儿，这个每个字，他这个那什么那个都写的啊。用了中锋的力道非常好，你看那两边那个那种感觉如刀割的一样啊，这种时刻的那种感觉
很有力道啊，这个非常不容易，而且这个同学写的啊，那个卓巧的关系还是挺好的啊，他表现了这个言情里边贴横轻竖重，就是横巧竖拙的这个面目，他表现的也不错。那他这位同学临摹的能力还真是很强的，所以这个他这个每一笔的那个变化啊，也都是基本上能够写出来，而且很负责、很到位啊，那个你都能看到他仔细的看到他的变化出来啊，这个非常好，非常好啊，那个外紧内松的啊，那个情况也是那什么，也是这个。这个字写的特别好，这个俊字，看着特别舒适，舒适啊，就从感，这个写的这个位置都挺好的，所以这个不容易，而且这个小格上这么写，真的非常不容易啊！我当时我初学的时候都不敢在这种小格上练啊，尽管老师说我。啊，进步速度快呀、什么的，啊，但是我都不敢这么写，啊，这个是非常厉害，眼睛上，眼睛，啊，这位同学的这个最大的特点是，哎，我特别高兴，啊，他的字啊，终于温柔下来了，他有他的曲笔啊，终于表现出来了，以前是全都是硬硬的啊，全都是横，真是横平竖直。咱们言情里被骗里的没有绝对的横，也没有绝对的竖，它全是都是括号式的那种，全都柔的。即使是横，但是它也是有起伏的。所以这位同学呢，终于把这个起伏写出来了，我特别高兴。我这一看，哇，哎呦，这一礼拜我都高兴。完了，这位同学原来是那横写的没有起伏，但是这次这个横竖，它这个变化都写出来一点点了。哎呦，我这真的好高兴，好高兴，好高兴。然后这个进步最大了。然后他这个位置也是越写越好。希望。他这个也是小格里头写的，你看他是用一个格写四个字，哇哦，那个也是不容易哦。我希望那什么，就是把小格，他要是能打成米字格写，他的位置会更好。但是这个他这个坚持练，你看这个横轻竖重，他这个感觉也写出来点儿了。哎，特别不容易，我觉得，哎，我都好高兴啊！那个这个字啊，就是写的，我就觉得写的那个有进步，进步好大了，然后还有这个字，这个字，他再练一遍，这个比他还强一点，所以说。这个练习，这个字也好，就是他这个空位现在越写越好了啊。这个写的这个结构比以前正多了，我觉得特别的高兴啊。我一看这位同学的作业啊，这个进步啊，好像跨了一个大台阶上去，这比以前，所以说我特别欣慰，进步好大好大，希望持之以恒。继续继续啊，加油！这位同学，这位老师了啊，这应该是这位老师了。这是他一如既往的作业，他现在把他所有作业都集在一起了，也是相当的厉害啊。那个他这个字是柔韧度是有了，韧性啊，但是又柔美。啊，它不是说是硬硬的那种，啊，干巴硬不是啊，咱们现在是很柔美的，
又有韧性，又有力度，啊，而且这个用笔很灵活，啊，希望呢就是，再加强它的外紧内松，那这回这个字就更好了，嗯，这个作业也不容易啊，这写每个字都写得很认真啊，而且呢，这个字，尤其这个字，他把方笔这些方笔他都写出来了。特别好啊，这有方有圆啊，这个字它变化就有了，它胜在变化，嗯，这个作业胜在变化啊，它有方笔有圆笔，它这个那个《元气里碑帖》里的这些变化啊，它有所表现，嗯。啊，这位同学的作业，嗯，这是他打自己打的格写那个写的作业，啊，所以说我希望呢能在正规的米字格里见，他的作业可能就会更好了，啊，相对的来讲，啊，这个字，啊，这个味道写得很好，啊，还有这个字，但是这个字呢写的稍微靠那边了，再靠。有一点，嗯，这个咱们我看咱们群里头聊过这个事情，这就是折这个事情啊，这是有一个顿笔，实际上啊，咱们这个元气里碑帖里头这个折呢，一般都是它的处理都很简洁的啊，一般很少出现这种大疙瘩头。有的作品当中确实有这个的，可以这么写，但是这个元气里碑帖没有这么明显的这种大疙瘩头，它的很简约的啊，就是做的一点也不过分，就是这么一下子就过来了，这个处理就很好，很简洁。那个，而且呢，这个如果这个笔在这儿停留时间过长啊，才能产生这种表现啊，容易淤笔。所以咱们这个那个按笔回锋，咱们就走了。这尽量不要表现这种东西。这个元气里碑帖没有这么这么明显的这么一个这个拐弯的这么一个大头没有啊。所以说咱们这不是元气里碑帖的一个现场的表现。所以说咱们呢这个处理的这个折就很好看啊，这个就对，这个处理的也很好，所以说咱们就这么处理就好了，简洁的处理啊，咱们不要这种大头，写的多了，就显得这个千篇一律，这变化这没什么变化了，所以说这个不好，这个咱们要去除掉它啊。这就会很完美了，嗯。总体来讲，这个篇幅表现的那个关系还是对的，嗯。希望呢，就是把那个外里内松表现出来啊。啊，这是咱们作业当中啊，自己装饰了一番的这个作业，这个啊非常的美啊，完了那个不管啊咱们作业是什么情况，把这个门用这个软件把它裱起来啊，这个作业这个字就神气好多好多啊，很美很美啊，说希望大家那个写上一些作品。啊，多多用这种方式鼓励自己。那咱们以后咱们字啊，等着写好了，咱们练出几份像样的作品啊。咱们真找那个装裱师傅，咱们去装裱挂自己家里头啊，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挂在自己家里头啊。这个咱们就美美的啊，成天在家自己在家欣赏自己的作品。啊，隔那么一年两年，咱们换两幅新的作业挂在自己家里头，
啊，然后等着再过2年写好了，写的真正特优秀的作业了，那个作品了，咱们裱起来送给好朋友、亲朋好友，咱们就过年啊，大礼就送上，啊，这很珍贵，很珍贵啊！希望大家伙儿啊，那个咱们那个礼尚往来的东西就全有了啊，咱们这大礼就有了啊，咱们人际交往也好了啊，这个。结亲啊，那个是认识朋友啊，那个结识新识啊，那最好了啊。那个咱们啊就是这样啊。这还有一位做同学的作业啊，这个是咱们那个等于老同学了，然后那个。我好像是那个那次有一次回国，好像在飞机上碰见这位同学了，是老朋友了，然后他的作业，他说这是整篇写的，这个作业，整篇报纸写的一个字，首先啊，最佩服他这一点，他的位置很匀，真的很匀称，你看这个这些空位。在这个黑，这个白，这是咱们就讲一个既白手黑，这个白和黑是相适应的。你在这个白里头可以找到这个黑的，这黑可以找到在这白里找到它的相适应的、相呼应的东西。你看这个，这些都很看都很匀，你看着都很均衡啊，没有说写堵的地方啊。这个字要是在外头再紧一点儿。这个笔处理的再重一点啊，这个字就很优秀了啊。然后这个君子这个位子啊很好啊。完了那个这个加油啊，这个自己自创字啊，然后也处理的也是可圈可点啊。然后我把这些字搁在一起啊，重心还是不错的啊。这四个字这五个字。搁在一起，好像是在用，好像是在一篇作文、一篇纸上能够完成的一个效果，很好，重心很稳，那个这个每个字都没有飘出去，啊，都是稳稳的落在纸上，给大家伙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的。好，咱们的作业呢，今天就点评到这儿了，那个今天呢，我就是咱们。用啊，说我以前也讲，就是读帖，读帖，咱们怎么读这个帖啊？我原来讲的也是比较泛泛啊，今天呢，咱们就拿一个字出来啊，怎么去分析这个字啊？咱们就今天咱们拉出来啊，咱们练，咱们那个具体的，咱们去看啊，这个字有几个横。一共有2个横啊，这第一个横和第二个横的这个，首先它们的一个趋势是不同的。这个横的趋势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基本上是这样的，对吧？啊，向上的这个横呢，是一个也是个括号向下的，这是基本上向上的。完了，这基本是向下的，它的方向不一样，对吧？它轨迹不一样，而且呢，它表现的拙巧的方式不一样。这个横呢是巧，拙巧啊。然后呢，这个开笔和它这个笔的结束的处理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这都是大家伙要细细的读帖的。要读帖的这个，把这个读好了。这个横是这种表现，这个横呢是拙巧拙，但是呢这里头又有，这是拙，这是方笔了，这是圆笔了，这是方笔，方笔基本上是这样子。然后呢，它这是巧笔，哎，这又拙一点，到这儿来又巧下来了，到最后是一个大拙。啊，圆笔结束。所以说，这个横就在这儿，
它这个竖基本上啊，我这个竖，我连这个撇儿，我也算是竖，就三条竖。你看它的变化也是一样的，这是圆笔，圆笔啊，这两头都是圆笔啊，藏锋入笔出来了。哎，最拙的笔在这儿呢，啊，最拙的笔在这儿呢。所以说完了呢，慢慢的巧下来啊，就改变方向。然后呢，这三个里头，他最拙，他最巧，他是其次中间的啊。那个当然了，这碑帖呢，在这风化当中啊，都已经风蚀掉了。但是呢，把它这个乱石都去掉以后，它这笔还是，这是拙，啊，这就巧，完了呢，这是一个回勾，啊，所以这个咱们这些表现的都能看出来，嗯，因为这几个点儿，啊，这个方向也是不一样的，这个点儿是几乎竖起来了，啊，处理的方向也不一样，这是，啊，这是巧拙，对吧？这是拙巧，这是呢，这也是巧拙，但是方向不一样，啊，每个处理不一样。所以说，咱们这几个字啊，这个怎么读？我这拿它为例，每个字都这么读出来，完了你再把它写出来，咱们就可以表现出来了，啊。所以说，哎，我就是感觉原来就是都是故意来描画这些变化。后来呢，到后来临帖呢，就形成了一个自然的习惯了。你看到这些东西，你的肢体就产生了样，就像弹钢琴里头那个手指的肢体记忆似的，啊，一看到那个音，这手型就摆好了，梆就落到琴键上，那一定是正确的。所以就是反反复复练，反反复复的产生肢体记忆，每天练，每天的，长年累月的，啊，成。就这个书法变化就写出来了，啊，所以大家伙不要着急啊，写不来也不要着急，慢慢练，只要是在正确的方法练，形成正确的肢体记忆啊，这以后这些变化对于咱来说，等写别的字，自己组字的时候，这些变化，你自然而然的你自己就产生这种意识，你就自己去变了，啊，这不是什么一个难事儿啊。然后希望大家伙儿啊，持之以恒，咱们练下去，啊，那个希望这疫情更好一点儿，啊，咱们线下见面啊，咱们线下去开笔会啊，什么都有，都可以啊，让咱们会长组织线下的活动啊，咱们小花生小瓜子儿嗑起来啊，咱们去到户外室内都可以，好。好，咱们现在这个怎么分析这个字，我就开笔了啊，咱们大家伙儿来看这个我的那什么，我这个演示啊，哎，先把我的眼镜戴起来。我相信大家伙能差不多看见了，这个位置非常，已经是我能表现出来的。我把我这个摄像头挂到我的脖领子上，
看这个变化啊。这个出家是这把笔送到的啊，不许甩风，不许甩，这个尖送到这儿，再抬起来。
正好今天，我讲的字儿正好是在我今天演示的这个，这个作业，这演示的这个作业当中，正好为了有这字，我今天讲的字，咱们今天就实际演练一下啊。而且我现在是单道，你知道单道的一个就是，咱们先把骨架写那个练好，然后咱们再来练习它的这个。好，咱们今天呢演示就到这里啊，大家伙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了。